名思義啦，即係拍一部戲叫做《溝女不離三兄弟》，咁當然係個主題都環繞住溝女啦。幾個都係溝唔到女嘅可憐蟲。總之好慘啦，佢真係好慘噶，好陰功啊！你估唔到噶。會唔會夠我揸啊？真的拍攝當中，我是完全抌低曬所有包袱咁咯。哇！啱。我同人哋玩忍笑遊戲咧，我贏過。你做咩笑啊？咁本身一個唔係太靚仔咧，佢應該冇咩退步嘅空間嘅。跟住佢打我。我因為最低能仔，最低能仔 Henry， 都係傻嘅。我哋係支持你哋打埋，我斬你全家㗎。那些人看到這套電影之後是會覺得很開心，很快樂。I'll be back。 這個時候我覺得香港很需要開心，會有一部喜劇是帶給大家，就是沒什麼包袱，提升大家的快樂的指數， 是一個很偉大的工作。記得入場睇溝女，溝女，溝女，不離三兄弟。